参加我们活动，用他们自制的这个狮王神教呢，小小的非常可爱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吧，给他们一点掌声鼓励哦。好，那呢，在我们所有的狮王神教都就位之后，马上要来欢迎我们土城狮吼宫的这一次的主角，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莱恩狮王。信徒以及五路财神来到我们狮王神教处，即将来进行今天的绕境活动啦。好，那么在绕境的过程中，大家手机相机记得拿出来，有拍下这个画面的都来当万国宅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神偶都就位之后，马上就要正式进行今天的绕境仪式了。所以邀请所有的小小狮王神教，记得跟在我们狮王神教的后方，一起前往棒球大道，让大家看看你们美妙的作品啊！是我们府城狮吼宫最帅的莱恩狮王，那么在后方有我们的最虔诚信徒伊林以及五路财神们，那么在后方当然就是我们头一阵狮队最具历史意义的狮王神教，那么在他的后方有一群非常热情的师兄师姐，也做了他们自己自制小小的狮王神教在后面对我们的狮王致敬哦。所以希望各位的手机相机拿出来，记得来拍下这个难得一见的画面。